好思佳。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为 Villa 逍遥游，我们必须把这两个大朋友呢，给他们让他们洗澡、吹头发、整理一下东西、睡觉。这次呢，不是像上次要我们分开待，这次呢，我们是五个人要住在同一间房间。你们两个陪我睡。好。你们先去捡到时候不想要先去洗澡齁。好咯、我们谁先洗，现在已经三一下一下是十要将近十一点。不要哎。反正洗澡拍不到，你要不要去隔壁洗澡？好，那你们。但我没拿。我们两个也我们就讲讲到你去洗澡吧。然后真的去洗澡。真的我要睡头吗？我要睡。可以可以，哎，整大家整个都拍得到，你们看你们在干嘛都拍得到，嗯。不然这可是你知道门口里面没有毛巾，不是这里，你告诉我。
你拿洗面乳。你知道先洗脸再洗澡是吗？先洗头洗脸，然后再洗澡。因为是洗头洗脸再洗澡。那小姨是不是也要？小姨不用，因为她不会洗脸。哦，她洗脸都会。那我去，那我也要去发油。那我去哪里发油？我用一下。因为在小姨，她会不愿意让我进去吗？那是小姨用的。那要看我爸爸开吗？我不会习惯用护发油，因为太油。哇，你们全家很正常是？还会小姨。冷气够凉就可以，对，好实在，真的很实在。
来，因为房间比较大。他不喜欢吹脚很吹的，他喜欢吹中间的，或者是吹旁边那两块的。三楼就那个落地窗之类的。三楼这个呗。哦，对对，二楼有没有？二楼。还是你们要很热睡，因为人家也喜欢很热睡。那你我是这样子啊，你今天要热睡，要是跟我还是跟一二三，还有我们三，一二三，我不要跟他睡，那我们两个来睡吗？没，他们应该睡。谁？我睡哪里？你睡中间啊。我不要聊这个好吗？对，然后我们直接找我们。
觉得你的头发在飞旋。哇，怎么办吧？还有一只，拿过来，没问题。我们刚刚已经找到心里的发油在哪？对，然后整片没破。但其实摸起来刚好的，但是它这里，哦，这里那里要也没有，哦，有，难怪这里这里直接缩尾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所以你晚餐到底是什么？你们没吃烤肉对不对？你们今天没有吗？我们吃泡面，吃莱克，还有嘞，莱克香肠、玉米还有那个麦当肉的那个汤，排骨汤，还有排骨汤好像那个小张，你知道排骨汤是谁煮的吗？是蒋志科、蒋志哥。他煮的我确实没喝，但我也可以。嗯，阿玉米好吃吗？很好吃。照片都没有，
黑龙虾。还没，还没，再等一下，我们要当漂亮女生，然后把水煮好。啊，你坐这里吗？为什么今天不？应该会弄湿。难道不能穿再漂亮裙子？像我，我明天就要穿白的裙子。哎呀，啊，你漂亮吗？好了。
较多。好，小鱼还要开一点小鱼，这样可以开大吗？这个床真的很大耶，这床好大耶，完全碰不到下面耶。哇，我还要再下去好远一下，我人都不见了。对啊，好，然后刚刚好，大家晚安。小贝贝啊，那个叫什么？我把灯擦一下好了。